颗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好多了，现我想睡觉。你已经一个星期没住住我床了。我对你有耐心，但如果你伤感觉好多了，非得去看医生不可。哼。去吧。欢迎来到医生，我知道你不舒服，幸亏我在这里帮助，幸亏你会永远不舒服，因为我是最好的声音医生，最好的医生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真的最好，不是假的。我听说了你对你的病人很友好，莫莉克。我的名字不是莫莉克，我的名字是莫莉贤。他需要帮助。好的，莫莉贤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我宁可在我的家，也不在这里。一切我痛楚，我不知道帮助你怎么才好。如果你不告诉我更多，季节母里神已经不舒服，我对你很伤心，帮助他。我的痛现在我的头。你吃了一个苹果吗？什么？每天你吃一个苹果，让医生远离。你不单不一个苹果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言，反而是事。这么你这么你想用苹果来给我治病呢？我不喜欢吃水果，尤其是苹果。他就是想帮助你。不管我告诉他，我也不舒服。我就在这里，我可以听你。莫莉神，你应该告诉他，不然你永远是病。没有你说就我可以帮助你。我的猫死了。哎呦！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告诉我医生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先你最好不要想。我建议你喝这个非常想安全的中药汤。这里，汤在哪里？哎呦，我忘了汤在我们家。让我们一起去在我的家我可以给你的汤，可以啊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去去吧。哎呦！
你在我的房子。请坐。请坐。他赢大战了，我想拯救帮助他。这个中药堂不只是会会你中药的也还有很好吃。太辣了，你不喜欢吃辣菜？对，我最不喜欢吃辣饭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应该和这个中药堂陪你的医生了。你的汤做我了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，我是要病人。既然你觉得比较好，你们从我的家出去了，现在。为什么你毒害莫莉森吗？这我不会做。我现在感觉很好。那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我不是紧张，我很忙。我有很多的病人，我需要帮助。很忙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何你做汤吗？我可能需要更多。我不想告诉你，因为这是我的家人的秘密。都停，停了。这不是糖，这是水。什么？这是糖？不对，这是水。糖。水。糖。水。糖。水。你真的是医生吗？我是最好的医生。走开。